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的素养题讨论的是克卜勒定律延伸讨论。首先，概念复习，克卜勒第三定律的内容是什么呢？克卜勒第三定律，我们叫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也称为周期定律。绕着太阳的不同行星，这些行星的周期平方跟轨道平均半径的三次方的比值都相同。这个呢，我们可以写出的是轨道半径平均轨道半径的三次方比上周期的平方，这是会是一个定值。这个呢，当然是绕着太阳。从几何上来推导，如果克卜勒第三定律成立了，行星所受的力必须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我们特别提醒的是，克卜勒提出的第三定律是比牛顿的万有引力的时代还要来得早，所以克卜勒的周期定律第三定律，它启发了牛顿，启发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们现在呢，不妨用所谓的时间倒叙法，用圆形轨道来说明克卜勒的第三定律。太阳吸引行星的万有引力是行星绕太阳运行的向心力。依照数学关系式，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F 等于 ma 可以得到万有引力 gmm 除以 r 平方作为向心力，那就是向心力如果有周期，那我们就写 m 的 t 平方四派平方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整理到我们现在书面资料里面的 r 的三次方比上 t 的平方是 gm 除以四派平方，这里的大 m 是太阳的质量。所以对于绕同一颗太阳的其他的行星，也就是所谓的太阳系八大行星，如果都是绕太阳来环绕运行，则对这些行星而言，数学式中的大 M 就是太阳的质量都相同。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行星的轨道平均半径的立方跟周期的平方，它的比值会是这个值，画面上的这个值，那是一个定值，这是克卜勒第三定律。所以我们用岁月的倒叙法可以了解牛顿的万有引力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样的一个关系式是来自于克卜勒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的启发。所以由刚刚的数学关系式来看，如果绕同一个中心，质量就会相同，那么克卜勒第三定律才能适用，这是特别要提醒的。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如果班上有一组同学，上完万有引力定律之后，想要进一步的讨论行星公转太阳的物理量，已经知道太阳系的金星是内行星，在地球上看到金星与地球，以及地球与太阳这两条连线会有一个夹角，当这个夹角是最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大的视角。那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来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当然，同学必须要先清楚最大视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他要问我们的是，金星绕太阳的周期是地球公转周期的多少倍？请用数学三角函数正弦值来比较。第二，比较金星跟地球环绕太阳的时候，它们都有自己的轨道，分别来比较它们的角速度量值以及面积速率的比值。那么比较它们到底是地球的几倍？这里呢，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概念，假如这个呢是太阳，金星呢在外头来环绕，而地球呢和轨道半径比金星还要大，这个时候呢，金星看太阳，地球看太阳，太阳也看地球也看金星，所以它就有两个视线。如果这个是金星，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地球上的最大视角，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切线，再画一条法线，所以你可以知道了，这个地方就有直角三角形的直角90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出的，这个呢其实是金星的轨道半径，这个部分呢是地球的轨道半径。因此你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直角三角形就会有直角三角形，这里有一个视角西达，西达呢对面呢就是金星的轨道半径，西达的邻边呢是地球的轨道半径。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画出这样的图，我们就可以得到由这样的图形右边的直角三角形，可以得到金星的轨道半径比上地球的轨道半径，刚好是数学三角函数的正弦值 sin 西达。再来应用克卜勒的定律，克卜勒的定律可以知道，周期的平方增轨道半径的立方是成正比，所以我们就来比一比周期，金星的周期比地球的周期的平方，等于金星的轨道半径比地球的轨道半径的立方。刚刚知道的金星的轨道半径跟地球的轨道半径，从书面资料来看得到是正弦 sin， 那现在呢外头要有一个立方，所以是 sin 西达立方。那么金星的周期比上地球的周期，那就是 sin 西达的二分之三次方，你就可以得到。再来我们来看，那如果是角速度呢，角速度我们就绕一圈，绕一圈的路径以弧度而言是二派，所以比上一圈的时间叫周期，所以 Omega 呢是 T 分之二派，那二派是相同，所以可见角速度量值跟周期成反比。如果用这样来比，那刚刚的周期颠倒一下就变成是角速度量值比，因此三角函数呢你可以写 sin 的西达，然后负二分之三次方，这是书面上的资料。那如果是面积速度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那就是面积速度除以时间，这个就是面积的变化除以时间，那你面积干脆用
圈是派 r 平方也可以，那再除以周期 t， 所以你发现呢，它其实也是跟轨道半径的平方成正比，跟周期的一次方成反比，这是一种。或者你用推用扇形面积 ，delta a 除以 delta t， 就会得到是二分之一的 r 平方乘上 omega。那它也是 r 平方 omega。那事实上 omega 跟 t 成反比，所以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因此你就可以得到了是原来面积速率呢写成 a， 它跟谁有关？它跟轨道半径的平方成正比，但是跟周期呢成反比。那你也可以说是跟角速率呢成正比。这样的话，两个数学叠一起来算，就是叠合在一起一起来算，你发现答案呢就会是 sin 西塔的二分之一次方。你也可以写是 sin 西塔在根号里面，这样也是答案。所以这一题的概念在于你是否了解克卜勒的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你是否能够由题目的意思画出三角函数，就是正三角形的比例关系。那依据角速度的定义，依据面积速率的定义，那么你就可以依照数学带进去处理，得到比例关系。所以再强调一次，基本的克卜勒行星运动的定律，又称为周期定律，是大家要继续复习，不要忘记。好，这是重要的概念。谢谢大家。